来了，五星必安卡，免费实抽，第一位选手出发，六四来了，必安卡撞到了，带走雷拉斯。雷拉斯奥克斯，先帮你补一个洞。哇靠，这免费十连，干是鬼吧？嗯？哈？哇！太强了！哎、欸，怎么怪怪的？好歹也是十连三五金啊。来了，第二个十连。哎呀，全部往左边走。敢刚刚一个闪电式跑步、欸，哎，哎呦，哇，这个十连两跳台，不可能啊！我也感觉怪怪的，不要紧张。好，补一个圣诞角色，四直抽，哎、欸，很怪哦，差不多要来两三个跳台了吧？没错，白色碰到了，带走。倒碎，来了，又一个跳台，再一下，哦，他左边都好空哦，干，我觉得左边在搞，左边在搞，碰到了，击中必安卡，嗯。感人拳脚陆续登场哎、欸，第七十抽来了，跳台碰到击中必安卡，哇靠！八十抽。哎呀！哎呀！啊中啦！哎呀！歪几抽了？歪很多抽了。来九十抽。电子竞技，走位游戏，跳台。命运的跳台，来一下，最后一个跳台了，哎、欸，怪怪的，干，我忘记这到底九十还是一百，应该九十，这个是一百。不可能，这个十连！啊，没了！干，还是我今天天谴之路，帮挡煞，来出发！来了。碰到了必安卡，哇靠，索尼亚有没有一百等啊？快出十支五星了吧？没错，
就是这一只了，碰到了，五星，必安卡。FD 这样会出事吗？这个已经很挡了吧？那你们觉得要再一个人扛，还是直接 FD 再扛一个？好，再扛一个，来吧，100抽，免费十连，究竟扛不扛得住？好，第一颗，我们在那边等一下，来啦。免费磁联，第一个跳牌，哦，啊，没挡到，完蛋，结束了，那没办法了，该来的还是要来，集气。但突然整个聊天室都团结起来了，对不对？ FZ 究竟有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难关？免费十连，28，受伤的真的总会是他吗？第一个十连有没有跳台？来一个，好，马不停蹄。这边不能犹豫啊，前面已经有人帮他挡过煞啦。喂，三个金的 FZ 的第30连，陆续出现了很多新的四星角色。嗯，40连，该来了吧？哎呀，第一个机会，希雷努又来了，白色。哎呦，左边一点，可以，不需要保底线，没错，有动画。奏折，来一个跳台！哎呀，第60连，还有单抽券哦，对哦，等一下看一下单抽券。先来一个跳牌吧，第60连。好，我们这边不能犹豫，转单抽券。第70连，单抽券，有料吗？来吧，转一个。80。来了，白色的跳台，哎，可以，折八炮中了，成功啦，各位，出啦，单抽券有料，活下来啦，这一次终于没有受伤啦，比自己抽到还开心。哎呦，这个也是最有压力的一次啊 ！S 级的角色太强了，我们帮 FZ 点开他的队伍，不需要再放这种破东西了，滚吧！夏卫龙吗？根本没得比，请你离开，先把升好升满，冷静，没有那个原皮的龙妈在未来还是有用的啦，还是有用的哦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大家不要紧张，原皮的龙妈会跟圣诞龙妈一起出场哦，因为那个位置不知道放谁，就会放他，太棒了。
恭喜 FDB 耶，不到100抽，创纪录了吧，各位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看起来只看文字真的是没有办法感受到它到底有多强，真的真的不怪大家会有那种发言，根本不一样好吗？